就11岁开始，饭都存不，这个存这个摊都存不下，拖起的三代，然后就是尾罐儿基本上也成些。你到这个正儿里面这一点，你要是想要锁大些，就跟他大点再锁小些，你就跟他垫起，是不是也？不动，不刺激他就不服得气，他是不是？再紧跟着不行，你过去就能哈死了。准备钩子一挑一吃，他上钩子哈。脖子一捏起出来的那还不出来，小圈只是小圈，大的别的大的别的。看视频，上棚派。